啊，老婆佩佩也太弱了吧！虽然有刀子，什么鬼啊？那我怎么变成老婆了？而且要走哪？哎，后面门可以开耶！啊，老婆佩佩也太弱了吧！虽然有刀子，什么鬼啊？虽然有刀子，但用蜡烛实在太弱。那种讲，是不是有人笑？那好像是有巨人的那个地方。谁一开头就吓我？我靠！用蜡烛太弱了啦，有笑声。谁跟到我后面？那刚刚是什么？那什么声音啊？关好了。这是有住人吗？还有拖鞋。这是什么啊？老婆一直喘，喘到我觉得心脏都要爆掉了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心脏是要炸了。岔路哎、欸，我决定看看岔路里面。马上有收音机的声音。岔路也太深了吧！老婆也不能跑步，老婆也不能跑步，如果遇到鬼怎么办？我们点个火把之类的，哎、欸，这边先。天哪！哦，哎、欸，我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什么？看起来像泰国。我不能看你跳舞吗？小气耶！我上来喽！锁住的。哎呦，不能点灯哦！居然都有蜡烛了。好暗哦！我不该携那黄光手电筒的，现在有黄光，就算没有 LED， 有黄光手电筒也比蜡烛强多了。好像又是刚刚那个人，好像穿着泰国的服饰，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泰国的服饰。你吓啥吓？信不信我用蜡烛烤你？跟你讲，好像又有什么怪声音，我都分不出来，到底是有声音还是老婆的喘气声？有人在唱歌啊。身体的，炫，老婆也是看不到自己，只看得到两只手，天哪，我到底该走哪？干嘛干嘛干嘛？想吓谁呀？叫你站好不站好了？被锁住了。这边都没有电吗？又被锁住了，真是的，有种在亮的地方吓我啊！我是被绕了一圈吗？有点像又不太像的地方。被我绕了一圈。谁呀？又在放佛经？半夜吵死人了，还不关掉？我刚刚走错路的意思了。哇，我大概只能看清楚眼前1公尺而已。是这一台，还不能关掉，吵死人了。为什么我蜡烛刚按了一下？我可以把蜡烛伸进墙壁里就没有光了。哎呀，又被反锁了，怎么有点光了？为什么那这一面走不过去了？有个空气墙，真奇怪。又没有灯了。对，绕了一圈过来，那不就又走回原本的路了吗？什么啊？歌仔戏吗？亲家伯伯，过三关。哎呀，真够暗的。声音变大。是怎样？这不是头饰吗？而且有血迹。刚刚有二楼的那里吗？
有人的笑声。刚刚很清楚听到有人笑。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来这边用笑。有人。到底是谁啊？有种出来让我捅你几下，换我捅你了，跟你讲，没被人捅过哦。想用那笑声变呢？哇塞！他开始得意的笑。在这里了。耶耶！大姨妈来哦！他不用加厚的耶。这个更夸张，耶！干嘛放这种音乐？搞得压力好大。你哪位啊？我走路变快了。哼，我不能捅他吗？刀子只能拿在手上。这意思是要跑给他追咯。他开门了。我刀哦。跟你讲。不要靠近我。啥？我没有捅你的，他给我们警告，你要再……对，我一定捅你，跟你讲。什么烂？和尚卖什么烂刀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第二步，这张就没了，不会吧？所以刚刚那样就是结局了。什么都没有。他会来开门吗？我们在开门的时候捅他吗？他从哪冒出来的？这女人到底是谁呀？所以，有这时候跟他正面交锋了，也不行。这样子。刀子也不能用，和尚卖那烂刀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真的结局你要玩二代的意思哦。
要被抓一次。然后结局也太突然了吧？好吧，这样子那是结局没错，得看这样子后面的故事得玩二代才会知道了啊。那这实况就到这里啦。下一款恐怖游戏的话，没意外应该会是《恶灵古堡》重制版，我打算给它开回去啦。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啦。